台湾最大的艺术文化宝库是台北的故宫博物院，在法国则是罗浮宫。从台湾出发要坐十几个小时的飞机才能抵达法国。第一次到法国，绝对不能错过罗浮宫，所以走，跟着广达小龟一起到罗浮宫寻宝咯。认识罗浮宫。罗浮宫位于法国巴黎的塞纳河边，原本是法国的王宫，现在是博物馆，拥有的艺术收藏包括绘画、雕塑、美术工艺，以及古代东方、古代埃及、古希腊、古罗马等门类。来，小朋友脚步跟上，我们要从地下一楼的停车场开始步行，进入艺术大师们展现自我的宫殿了。前方那承载满满耀眼光线的地方是小金字塔的底部哦。1983年法国重建罗浮宫时，华裔建筑师贝聿铭为罗浮宫的中央广场，也就是拿破仑庭院，设计了一个玻璃金字塔入口，当时引起许多人的争议，认为如此古典的造型却用现代的建材，这将与高雅的罗浮宫格格不入。但是贝聿铭却认为，将简约而富现代感的金字塔作为罗浮宫的入口，就如同人们由古埃及文明开始进化，一直探索到近代的艺术演变，极具象征的意义。同时，玻璃金字塔还能保留了罗浮宫的景观，从透明的玻璃中更可以反映出四周中世纪建筑物，还把巴黎的阳光折射出耀眼的光芒。直到今日，这项重要的建筑设计终于令法国人印象改观，越来越多人乐意接受这个设计，让玻璃金字塔成为继埃菲尔铁塔后巴黎的另一个重要的城市地标，而且成为巴黎著名的城市景点。金字塔下的大厅是获取展览资讯、购买罗浮宫相关书籍与通往罗浮宫各展馆的中心点。夏卡尔23岁到巴黎学习艺术的时候，曾经到罗浮宫瞻仰大师的作品，甚至临摹。他曾说，当时艺术的阳光只照耀在巴黎，现在就让我们循着夏卡尔的足迹进入罗浮宫这宏伟的艺术殿堂，接受美的洗礼吧。进入美术馆前的小提醒，在罗浮宫中你可以尽情摄影，把大师以及美术史带回家，但是请勿使用闪光灯。而且这些海报上图示的规矩通通都要遵守。寻宝作战计划一。罗浮宫的收藏多，占地大，短时间一定无法完全欣赏，因此必须先看重点珍藏。来到罗浮宫必看的典藏品就是萨摩色雷斯的胜利女神雕像、米罗的维纳斯女神雕像、达文西的旷世名作蒙娜丽莎，他们并列为罗浮宫的镇馆三宝哦。 Part 1， 罗浮宫三宝之一，萨摩色雷斯的胜利女神雕像，接下来和我一起来寻宝吧。在1863年萨摩色雷斯岛找到，当时胜利女神的头部和双臂都已经失去。根据资料显示，这座雕像在西元前190年就已经制作完成，
也就是距离现在2200年前哦。而这座雕像的高度是328公分高，也就是现在的建筑物的一层楼的高度。这就是展示胜利女神雕像的大厅。为了让大家都能仔细欣赏，因此将它安置在高台上。在天窗的自然采光下欣赏胜利女神雕像，她昂然挺立在船头，引导战士取得胜利。哪怕海面上狂风怒吼，吹打着她的单薄衣衫，衣带在狂风的吹拂下抖动，显现出女神毫无畏惧的胜利姿态。这是胜利女神雕像在罗浮宫内看见的世界。和我一起来寻宝 Part 2， 罗浮宫三宝之一，米罗的维纳斯。维纳斯是古典女性美的代表，也是古希腊雕塑的极品。这尊雕像是在西元1820年在米罗岛上被一位农夫发现的。发现的时候两只手臂都已经折断，直到现在谁也不清楚雕像上的两只手臂到底原本是长什么样子。雕像看上去有点倾斜，仿佛正在倚靠着什么支撑物似的。这样的处理手法使得雕像增加了优雅的动感美。雕像是由两块大理石组成，在腰部连接，上半身是平滑的，下半身是不规则的，形成了明显的对比。维纳斯以右脚为中心，左腿略微抬起，呈现动中有静的美感。和我一起寻宝 Part 3，罗浮宫三宝之一，蒙娜丽莎。这是里奥纳多·达文西晚年的作品，被奉为古典艺术的经典，是完美的女性形象，也充满了神秘以及吸引人的魔力。人山人海的，你找到那位名为蒙娜丽莎的美女了吗？欣赏到她朦胧神秘的一抹微笑了吗？所有的人都被画中流通润泽的空气、大气作用下的飘渺意境，以及让人物的轮廓线在光影的作用下逐渐融化，与风景融为一体的高超艺术造诣所折服。蒙娜丽莎画作知名度太高，曾经有五次被伤害的事件。目前罗浮宫为它加设防弹玻璃保护。寻宝作战计划二，接着我们要去欣赏法国巨幅绘画区莫里恩厅。加纳的婚礼，这是罗浮宫典藏品中最巨幅的作品，画面共有130人，画面结构可分为三层。前景是参加宴会的宾客以及乐师，第二层是耶稣及门徒，最上层是忙碌工作的人们。这是画面里的人物，有新郎、新娘、画家本人、画家的弟弟、耶稣以及水变美酒的神迹。来找找看，刚才那些人在哪里呀？这幅画是御用画师大卫以彰显拿破仑英雄主义为目的而完成的历史画，画面人物尺寸如同真人大小，画面场景是巴黎圣母院。这是画面中的人物，有拿破仑的母亲、约瑟芬皇后、拿破仑。
拿破仑的妹妹宝琳公主，以及梵蒂冈教宗碧瑶七世。来找找看，刚才那些人在哪里呀？寻宝作战计划三，接着我们要去展览意大利雕塑的米开朗基罗狼。首先来欣赏的是米开朗基罗用大理石雕刻的奴隶像。原本雕像是要用来装饰陵墓，在中世纪的意大利统治阶级在墓前立奴隶像是象征死者的权威，但是米开朗基罗却把它雕刻成渴望解放且如历史般健美的雕像。接着来欣赏安东尼奥卡洛瓦用大理石雕刻的丘比特与赛姬。赛姬是丘比特的妻子，这雕像表现的是希腊故事中美丽的爱情。看了这么多精彩的展品，让我们在雕塑中庭稍作休息，欣赏光影，在雕塑间玩游戏，欣赏每件雕塑的动态与情感。宽阔挑高的空间让每件作品得以舒展最自在的姿态，也让我们舒展出愉悦的身心，幻想和夏卡尔一起享受这午后的阳光与静谧。再一次回顾罗浮宫的美丽，这数百年的历史纷扰与沉淀，在造物的脚下，所有先人的思想与痴狂。走出罗浮宫，望向小凯旋门，那拉着四匹马车的胜利女神似乎在说：飘鸟探索法国艺术旅程顺利成功。